因应着这一波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嘉义市有四间过去民众拢在爱排队买物件的店家，包括着福义轩、老李店、鸡肉饭、玉香屋和林聪明山歌鱼头。对这入去是来发起着民众排队做个无地嘴暗，本店就无买卖利的活动，全力来防止着排队人潮成为防疫的空棚。伫个店头搭着大大个广告，写着排队无地取暗个民众，本店无要卖你物件，因为疫情指挥中心伫个清明节连续假期，将嘉义市个文化路列为十一处国家疫情警示区之一。嘉义市有四间相当知名个美食店家联合发起无地取暗的祭拜个行动。防疫这件事情其实也蛮重要的啦，只是我是第一次遇到说要戴口罩才会能买饮料这样。过去伫咧门下口总是排队排真长的林聪明三个鱼头，对六月份开始休困五天进行全面的消毒。伫咧十一号一开店，人潮依然是真多，但是详细一看，伫咧店面已经打着告示，讲排队无地最暗就食无美味的三个鱼头。感应政府呢，我们在前几日呢休息了五天，来做全馆的这个消毒，还有我们街区的这个环境消毒。然后今天是开业第一天，大概呢能感受到说，客人的人潮大概比之前呢大概少了大概三成的客人，但是外带的客人多了，也大概多了两成。来到专门伫咧卖蛋卷的福义轩，业者伫咧店口已经维持着等候排队的路线，喷酒精嘛已经无稀奇，现在无地最压蛋卷直接无要卖好滴。4月2号开始连续交流，我们强制客人一定要戴口罩才能入店，然后还要让我们人员消毒那个手部，如果没有戴口罩，一律没有办法入我们门市购买。同款来再次的严格防疫措施的，阁有老李店鸡肉饭，为着一碗香公公的火鸡肉饭，民众单要算钱，当作伫咧室外，就唔免伫嘴暗。店家是赶紧来提醒民众，消费者都是会体谅的，啊，所以才定这个。对对，才定这个那个这种方式，是防疫期间呐，就是说大家体谅一下共苦时间。中央防疫新制度上路，嘉义市的文化路夜市现在要设计，就要全面来戴嘴暗，而且禁止试食。而排队的知名店家嘛，率先来响应，避免上侪的人潮成为防疫的空棚。最新新闻就定讯，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这个肺炎，大家拢在变化。咱要更加小心提防面对社区传染的发生，防疫的工作要再升级，除了加强各项防疫消毒工作，更加需要你的配合。有妈关心你，你出国的时阵就要会记扎口罩，去人侪的所在更加爱会记挂口罩，用餐的时阵尽量以外送还是包回来厝内的方式，尽量减少家己伫外口的时间。也要请所有的餐饮业者，包括菜市啊、夜市啊，咱的头家朋友，务必戴上口罩，可以降低传染的几率。保护你，也是保护别人。防疫工作，大家做伙来。